住喺油麻地有几方便，无需多讲。其中有三项单堂物业，距离港铁站五分钟步程内，属于区内相当年轻嘅物业。津日桃园、油安阁同埋日安阁，对上车或者换楼客人士都适合。津日桃园位于新田地街，2002年入伙，提供约66个单位，清一色为实用面积300几平方尺嘅两房户，客饭厅呈长形，户户配置露台，房间市正，大厦地下设有餐厅，附近更加系食肆林立，加上邻近嘅骏发花园提供超市同埋快餐店，生活机能充足。一街之隔嘅上海街可以揾到油安阁，2003年入伙，仅提供约30个单位，绝大部分单位实用面积约318平方尺，采用两房间隔，户户配置露台同埋工作平台，前方为较矮嘅建筑物同埋校舍，中层以上视野开扬，高层更加可以眺望海景。三个物业当中，以油安阁最近港铁站，一分钟即达 C 出口，出门便利。至于位处安东街嘅日安阁，楼龄最新，2010年入伙，只提供约22个单位，每层一伙，私隐度高。单位实用面积约520平方尺，以三房开席，长形厅外接露台。日安阁邻近樱桃街公园，提供多个球场同埋儿童游乐设施，为区内较有规模嘅绿化休憩空间。三个物业除了享有铁路便利，邻近的弥敦道亦是主要对外交通干道，提供完善的巴士和小巴网络，四通八达。油麻地区以民生消费主导，包括前面的庙街和果栏，充满本土特色，又可以大饱口福。假如想要更多购物和餐饮选择，前往旺角或者尖沙咀两大旺区都非常方便。